这个 Kevin Xu， 他带一些朋友来为我们演出精彩的表演。首先，我要请 Kevin Xu 介绍一下他们的团员。OK， Happy Thanksgiving。Johnny 在一个月前email 给我，然后就说你想要听 Trout 的 Quintet， 然后我就在想，从来没有找过 bassist， 结果我想说，在纽约的台湾人好像没有 bassist， 所以找了一个美国人来Andrew， 然后现在全部都台湾人Oliver。舒伯特的鳟鱼独奏，还有一些台湾民谣。